于呢有点尴尬，那个小林已经正值那个适婚年龄了哈。所以那个一样，我会跟他说他永远的十八岁。你现在正值适婚年龄，即将结婚了。然后他这首歌叫《期待》，不过《期待》要《期待》好像已经生了，对。我的心理感受也是小林的心理感受。他们写这首歌呢，是因为我站在不是客家人的心态，我在写我怎么看这个客家的圈跟客家文化，我对客家文化的期待，写出心声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期待。对。